管说什么都有人要有意见了、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默默的鸭子划水，在买了一两千万剂的疫苗的时候，马上就有政治人物骂，为什么都没有买啊？问你们到底干什么啊？代呼职守。等到我们有买了以后哈，然后呢，为什么不说啊？然后呢，等到我们快要签约的时候呢，结果被中共阻拦了以后呢，那个 BNT 辉瑞疫苗就没了。不去骂中共，反过来骂我们说，为什么不跟中国的总代理买？然后呢，紧接而来啊，这个 AZ 好不容易终于来了第一批11.7万剂了，以后说是人家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为什么总统来？为什么阿中部长来不带头买？现在打了以后说总统为什么不打？下面的五位刚讲了。不管你做啥，下面都有人讲，没差别。